我是陈珊妮。上周的学员考试，你们被分为两组，并且用不同的表演方式来向我诠释对于团体合作的认知。现在你们将面临更严厉的考验。我要宣布本周学院考试的题目是指定歌曲自由组合。你们可以自由组合成为三组，每组至少三人，最多不超过五人。我为你们指定的歌曲是《新不了情》。这次小考的这个规则，我觉得还挺有新意的。我是对这首歌，我感觉我把握的熟悉度比较高。在歌曲已经被指定的情形下，我希望你们能够保持清醒冷静的头脑，在友情和歌唱实力之间做好取舍，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选手成为队友，来获得胜利。十二个小时之后，你们的表演将决定谁将成为待定选手，站上总决赛的终极 PK 席。需要提醒你们的是，你们必须在这个房间里选择好自己的队友，一旦离开这个房间，你们的选择就不能再做更改。我现在还是有点紧张，没弄好的话可能会进入终极 PK。 而现在 PPTV 网络电视学院考试关注指数的通道也已经打开，你们的一举一动都将受到 PPTV 网友的全程关注，而他们的关注指数将直接影响到你们的成绩。时间不多，祝你们好运，晚上见。